她一个柔弱女子单身过夜也挺害怕的。看看看看啊，我还没说她什么呢，你就先替她辩辩上了。哎呀，这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的水哟。我呀，留得住你的人，我留不住你的心呐。父亲，女儿虽然早嫁，但是心中一直时常牵挂父亲的，怎么会？我知道，知道，我知道，我们倩儿最孝顺。我呀，也是故意这么说的。哎呀，要怪呀，就怪你那没出息的丈夫。我给他本钱，让他开个酒馆，也是想让他就此有个正业。你呀，就别替他多操心了。我呀，强留你多住几日，那就是想给他一点压力。要说呢，我年轻的时候经商做股，经常呢是身带重金，南来北往的。这几十年了也没见出什么事儿。这十几里路他呀不会有什么事儿的。你呀就放心好了，好好睡吧。您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宽慰了许多。父亲您早点歇息吧。啊，是是是。员外。在这儿呢。父亲，是谁在叫您呢？